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不是把我女儿看到，回头我要跟她解释半天吗？你不要再提你女儿了，弄得我也提心吊胆了。哎，想吃什么？赶快点。那个餐券上写了点多少钱吗？这还挺贵的，点多了是不是得自己付钱啊？没关系，餐券上已经写了，不用钱，随便点。哎，理了发是蜗牛吧？好好啊，好，尽量点啊，我们反正不吃白不吃嘛啊。你看还想要什么？这也好吃，好，来两份。好的，你再尝尝这个，这里特色菜外面吃不到了。那个，我已经吃够了，你多吃点吧。好多年没到这么高档的餐厅吃饭了。是啊是啊。哎呦。告诉他我真实身份了，可真的要说了，那他怪我骗他怎么办？可是就这么瞒着他，迟早有一天他会知道的，到时候他会更不高兴。我，哎呦，我怎么办呢？我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那个，你那么喜欢吃这里的菜。我要是有钱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天天的请你来这边吃饭了。等你有钱了，每天请我这儿吃饭，我等到猴年马月去啊。是是，那个李欣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说。那好，我就老实跟你说吧。其实我真实的身份不是司机。哦，你是厨子？嗯，不，我不是厨子，我好，我就说了，其实我是阳光酒店的董事长。老大，你是不是吃大餐吃出幻觉了？不，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是阳光酒店董事长。你要是阳光酒店董事长，那我就是中石油的董事长。老大，以后你车呢，开到每个加油站，报我李琴的名字都不用付钱。李琴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说真的。好了好了。你是司机，我又不嫌弃你，就别找了啊！不，你要相信我。那个服务员，麻烦你过来一下。我问一下啊，你认识他吗？不好意思，不认识。啊，没事，你忙吧，忙吧。李琴，我说真的，要不我再叫一个，他们一定……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你请我吃饭，我非常感谢你。不过我要走了啊，回头啊被我女儿看见，她又问我半天，麻烦你知道吗？你一个人在这儿啊，我先走了，先走了啊。你听我说，哎，李琴，哎，古经理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邓总你好。那个服务员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会不认识我呢？啊，邓总是这样的，这个服务员是前些日子刚招聘来的，刚培训完。今天上班第三天，有可能对高层不是太了解。邓总发生什么事？没，你这是会选人选对时机了你。你忙吧你。啊，好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